那尸鬼不见了这么久，我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。不过是生是死，也总得有个交代。怎么样，你能帮我吗？我是按小时收费的。你好。电梯坏了，应该是子晴按了紧急按钮。子晴，你怎么变身了？快上车！为什么不能呢？安迪，我们想办法逃出。傻妹，